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B传教士。今天要传什么？水油灯啊，上次说哇，真的要装了。对啊，难供，你跟他供供啊，难水供那水走。啊，这长度了，长度还蛮长的，60公分。啊，这个就简单嘞，今天把它倒起来呢。倒起，就简单。就简单。哦。好啊，上次有人说水流的方向不对啦，因为人欢喜。该几时该几时？你在浪街吗？你还这样子、啊？这样不行的哦。你在浪街的呀？我管你要哪转，为这边转过一边，还是要转过街，还是转过街？何必？俺小才在顾完哦。其实我有一句话一直没跟你说，我有快递要给你。快递，我有快递。你的快递。我快递来了。好不好？我就摸一块地嘞哈。好啊，加油哈。快递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你看，你看，现场怕鬼气啊！气氛灯啊，水起，我们这边就马上可以试验了。来啊，我炒了哦！哇，多蓝色一下变蓝色嘞！它好像可以变色，遥控器来啊！哦，哇，它应该也在随音乐啊！火力啊，当当当，阿力！魔法，搞不好五模式啊！哦，有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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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加班就要叫的模样，为人加油！哎，一起把音乐倒着！改自己家，人客的要求，讲要去旅社，甲我塞牛车。哎，不错嘞，哇，袂歹算嘞，有够台的。啊，咱刚才算这个算算几下？啊，这里，这水流到底向哪流？你无接其他看水流啊哪里？这日行灯嘛。哦，方向灯打下去就变这样，啊，方向灯跳，方向灯打，哦，它就是从线往外跑。哎、欸，但这养车是越山，我们做很多东西都会有留言说，啊，养玫瑰啊，我们分享而已。处理，知道没有？都敲了对吧？加多到底嘛？哇，龟，烟头，泪腺这边是。阿哥一副勉为其难的表情。我叫你看，看还袂歹啊，我呢对不？来，我们请客来打。只剩下五分左右，也就下来啊。对啊，你看等会主外头前的话，对啊，无有伊拢下。侧面可以看到电灯泡一点一点，对面就没有。这另外插来这个另外，它是防水的，人家这个有打胶，最该被造了。啊，交接线，师傅你。一直抓伊，迄线是你是安怎吹出来的啦？哦，这是原底迄个，原底迄个。其实方向灯是这里啊，哇 ，OL 就是阿叔嘛，就接这里跟接这里，没有。然后另外一条小灯，好，没有，就跟大家讲，如果说哦，你想要一发动有日行灯，你这边 ACC 就是拉进去接那个钥匙，只要一过电它就亮。那现在我们要方便，我们就直接跟小灯一起就好。开小灯它才亮，开上去再一引，我刚刚一点不能亮，我引。我听得懂，好不好？听得懂，我听得懂。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来，你来，你跟观众朋友解释一次。好，刚刚的意思是什么？要日行灯常亮。嗯。把这条线接进去，像那个 ACC 的，反正就打开电它就会亮。哎。那、啊、你如果现在要方便嘛，所以我们就跟着小灯，把小灯要开。嗯。我跟你讲，我相信你如果听得懂了，全部的观众朋友都听得懂了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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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你是要过 ACC 啊，要过小灯的话？过小灯的话，你只要无 ACC 啊，还是你要较少的。然后啦，干，隔壁这关过不去啦。哦。要就是拉进去的啦，反正副电也要拉进去，就跟着一起拉进去的。你看，我这嘛日行灯根本无电，你们。干哪单独放灯嘛？安尼是吧？固定一点来夹咩？唔知啊，我若准安尼，都只是咧卖多会贵吧？我唔知啊，验车会使这吗？验车这会使贵啊？会使吧？我感觉是甲固定油里比较较稳，反正验车就全部都不亮就对了啦，對管他的，我管他行不行的。好啦，啊、我边倒就边尿啊！哇塞，有路厉害啊！
我加方向灯而已。啊，所以那这两个要另外再接线。好，然后里面做开关了。就是可以看出每个人办事情的顺序是不一样的。有的喜欢先从脱衣服开始，哦，有人喜欢先从打击开始。嗯。啊，有人是他先全部先都脱光了。啊，你是哪一种？不跟你讲。不脱的。挖一个洞，看拿剪刀，拿剪一个洞。还用剪刀？直接撕开就好了。撕开的。撕开的。你要喊毛龙出来了了啊！满街老鹰飞飞了一地老鹰毛。这样应该不会黄标吧？不会，飞老鹰啊，没有错吧？这样应该没有什么不好不雅的成分吧？不会，放老鹰进去啊！哦，放老鹰进去，配个画面有没有？对，放老鹰，老鹰在飞。我许光宇公放老鹰进去。有没有？看这些。恭维干了干了，哎呀，不会放老鹰进去就好了。我看他放，不要夸张。球还蛮干不赢的。那个老公有一天就跟老婆讲，嗯，我如果有一天我出意外了，你要记得找一个人好好照顾自己。老婆说我已经找好了，就等你出意外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对吧？啊，我就加弄很多啊。如果是我的习惯，我会安怎呢？我会把红的跟红夹做哟，夹做哟，较强了变错。我袂个夹夹，我因为怕生。哇，每个人做事的方式不一样。嗯，我们这种都是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。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哈，变粗感觉就是有用啊。你肺太小了，你怎样？你怎样？对啊，看啊，你怎样？我们这样五毫不毫对不？叫我变粗，东西变粗对不？对，对吧？快点，快点！你什么时候心理素质这么弱了？啊，我干没听啊，就是因为。我接我现在的接法就是去弄这个是光条的嘛？对啊对啊对啊，光条接原本的方向灯黄线，对，方向灯啊，所以方向一打就讯号，它就会水流灯就出来了。嗯，然后光条的另外两条一黑一红。嗯，好，我们把这个写这狗阿伯，我就扯，扯那狗，那狗阿伯，跟他一直抓一直抓，对啊，跟他比赛狗哎。我们要把它拉到室内嘛，嗯，所以就先把它接，把这个流水灯的。红线这个就是我们要拉室内用 ACC 的钥匙垫，然后跟黑线啊把它接长，接长之后等一下跟它接在一起，跟另外一颗接在一起以后拉到室内，好 ，Go， 不用嘞 ，ACC 嘴加多少 ？GUS 屌多少？刚好你看有没有？刚好它的保险丝盒在这边，找一个 ACC 垫就好。大脸，我先扭结，你系啊，差不多加我系啊。这个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要怎么找，很多人不知道。你看它有画嘛，比如说这前除物啊，有没有引擎啊，它有画一些符号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你要记得找保险丝的时候有一件事情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要开红火才有电嘛，所以你就想说有什么东西是你钥匙要转开才可以使用。你看像喇叭是不是不管有电没电，嗯，都可以拔？对。所以这个不能接嘛，就代表说它永久的，哎，永久都有电的。所以要找一个要开电火才有法度用的东西，还不能影响到它。哦，大粒的不行，啊，雷雷也不行，不要跟冷气加在一起，等下GG。这种原理呢？IDA 啊，对，啊，无这10A 啦。10A。伊刚刚维持，刚刚把电力啊中间一个闪电去占住。即卖使，我来讲，更加做一线的话。哦。啊，对不对？越做越好。越做越好啊，这搞不起好不好？大家会不会剪？啊，不要把它剪断了，是不？只有几根毛而已，不要把它剪断。嗯，进入大家困住会，就变粗了嘛。哦，好嘞，来接个，来接管。好，叔公，这一段就好了。其实这个没啥困难，是太高刚了。啊，不然水流灯这边讲的啊，破啊，几秒钟就好了。他在弄啊？先帮你拆好。我给放解胶啊，你都用好啊。啊，解拉过去啊。解拉过去，我紧啊，从你薪水里面扣啊。哈。王力，你这样那么短就好。我接这里又要，我等一下把这个又拆开啊。我把两条的正那个 ACC 放在这里，这一条进去，啊，不要都是切掉就断电了。我多少公钱我是跑去卖嘛，虽然他会都跑去改。都剪掉，全部都中一次。你知道那个怎么讲？知道那个原理跟概念就可以了。不然你给你三条线，你要怎么接都不知道的。对啊，接不好了。
现在这两条户接是没有电的，嗯，真的，啊，这一条我们的电真正的电是在这一条，嗯，这一条要接在这里，所以都要把它接在一起，对，这三个要接在一起，按那种电啊嘛，到时候现在接是没有电，等下这台在里面找一个阿叔做个开关，就是打开电都来，嗯，就有电了，按个三号。这条是 ACC 的，单独 ACC。对 ，ACC 要接两条红色的，对啊。你确定？确定的。啊，因为刚刚他讲的，把它捆在一起会比较强壮嘛，好吧，我们就把它捆在一起。因为它就单独就跑一个线而已啊，就不用管它是什么了。里面只有一条电进去而已。你有没有挖护电呀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哎，是蓝色的呀？嗯，对啊，日行灯是蓝色的。哦，好，这样就对了，没错。哇，哎，跳舞啊，记得来唱歌舞啊，阿德啊。好了，结束了，其他的是他继续唱爽，唱到你都吹别掉那个话。小夫，我进来。小夫，小夫，快一点啊！小夫，我在哪里？小夫，他穿不过来啊，他只剩一个洞，过来比较不好过来。这边，对，对对对对，上面这边，对。这个，哎，你今麦撑没撑？你看看麦撑啊，撑都很好撑。可是会不会夹到吗？不会，不会。正规的应该是走室内挡火墙，那以前要走室内挡火墙啊？一般都是找这一种有没有胶套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然后这是橡胶嘛，然后挖一个洞，突破几公米，隔音隔水就被破坏了。要不然就是要找一些管线进去的周围，像这种有没有，去把它破坏，然后塞进去。是要挖洞。对啊，我们这种方法虽然是看起来比较粗糙，因为是防水条压着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比较。不会去破坏，像我那老虎五只啊，我也是用这样进去就好，嗯，不要去挖那个进去。啊，反正我觉得这种东西，我跟你讲，暂时。现在装的时候挺挺啊，哦，好帅，好帅啊，帅个一年啊，没感觉，坏掉就算了。你看泰山的车，哦，挺贵的，因为我一条爱交给阿叔，一条交给别人。哦，那个水叫阿叔。好嘞，这个接到这里，这个接到接地，它就开关了，打开就有电，关起来就没有电，类似这样。那你选的阿叔？哦，这条啊。哦。对啊。这个螺丝就是阿叔。你这几条把你扣起来了，你那是那个啊，冷光仪表板，仪表板，这个路这条，出来路白银阿妈嘞，不能接阿是该盖一卡，哇，你讲诶，有多粗接多粗，困较济就对了，那你套位阿叔多少？十位，师傅几号？十号，师傅十号来啊，哦，假设你要套来，买只困咧螺丝诶，阿伟较笨惰咧，就安尼夹袂到啊。阿弟就用，我笨惰咧。如果捆在螺丝上面，你不能转太紧啊。你转落去啊，这线底一直塞，一直塞，一直塞，嘿，一直塞，一直塞。不会停的对。挂咧，被清气管。清气管。哦，它现在已经转红火了，它前面是不亮的。这开关如果卡下去，没有亮。嗯。来，开。成功了。好亮啊！啊，打方灯。好，换边。OK。打方灯来了。中黄灯。哦，两边位置一起长，它没那么长哎，双黄灯变短，照明。好，那现在验车模式，我现在把关掉。没车。验车模式。瞄啊，干瞄我啊！来啊，来，你要挂牌啊！哎，没警察了，打开。不不。哎，警察来了，哎，关掉。还是这样，还没挂。这个是那个永远不会坏的。对啊，因为他以前就高派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他是烂东西，他是开引擎盖用钥匙，里面那个断掉打不开，永远打不开，还要花四五千块。对，还要留车。对，还要用挖的，然后把它换掉。然后第二个哈，跟大家分享，有时候像这种线有没有？嗯，在走啊，一定要离冷排水箱越远越好，还有风扇，被风扇打到打久了会断掉，就断掉。然后再来冷排热排会热，像如果是我啊，我会用束带尽量把它束在这样前端，这样，对。尽量离水箱跟冷凝器远一点。啊，这边哦，已经藏好了。没有，就把它夹在里面而已啊。你干嘛？我看一下你的车是不是？哇，哦，车主满意的笑了。哇，笑了。蓝色的，跟我摩托车一样的。蓝的啊。
酷吧？左边。如何？你车要不要转？阿拉伊啊，拿龟拿青青瓜也拿扁的，颜色也扁的。是吗？声控的。很厉害。应该买一颗那个球装在上面就好。球。那个 disco 的那个球。没关系，再买。后面多了一秒。没电嘞。是发生什么事？不是秀耶。保险丝下来了。上面第一张二十这个，吼吼，我吹掉啊嘛，吹掉，对吧？这样看明显了吧？哇，就明显，哎 ，S， 对，断了就不用，断了就表示说它电不会过了啊。对，差都没多的，给喇叭了，没多。好了，喂。哦，现在是音乐了，我们在讲话，它就跟着讲话。现在有四只嘛，它两长两短嘛，啊，两只长的，假设你放，看你要放哪里嘛，有些要放这样嘛，啊，一般会朝下了，不会朝这里太亮，就要贴在这里啊。这个两个比较短的，短的应该就装前面嘛，啊左右嘛，左右不是它线它怎么找？你们也看，你们那样，第三嘞？我两个看。左右啊那样，阿呆了，站起去了，加一下弄那个绿色的。没有嘞，阿呆现在在追女友，要不要帮他追一下？不用了，有人就喜欢他了。有人去追中医啊？好，接着就是走线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快点让它长了，长好碎的话，我先塞着好了。小米，就没有很甜。对哇，换掉吧。哎，对啊，上次人家问，不是问说这个要怎么去除？哎，你就拉，啊反拉，不是这样拉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这样拉哦，这样会断，一直往回拉，看得到。对啊，这样起来了，这简单，就按那的话，啊，往那边拉就会断，往那边会断啊，你这样拉会断，啊，真的呢，这样拉就会断，它有延长性嘛，也变等，长就好，对，哇 ，Q， 一直变等啊，哇，一直变等，一直变等，一直那个等你，留着给它哇，真的，长知识了没？不要连哪里、啊，那边这边嘞，这还在吧？这样不错啊。哦，好啊，连这里也可以啊，还可以藏在垫子下面，是吧？连个魔鬼毡就可以连上去了。哎、欸，丢吼、哦，水哦。哎、欸，这是解后处理嘛，水洗完再盖。假设这样，哇，那、欸、对啊对啊，你可以调高低、上下左右。换你那边。要塞去暗的所在啊！对啊，塞暗的所在。我看都是亮的。我们讲话，它会闪来闪去的嘛。呼呼，哎、欸，如果暗的时候，你刚刚就光的嘞。这样子开车会不会很累？不会啊，真的是很炫。白光、蓝光。红色哦，杀气，没有绿色干错在，绿色绿色啥？暗号啊，暗号，对啊，还有什么颜色？黄色，黄的、啊，黄的跟橙的是一样，黄的好无聊、啊，这是绿的，橙色嘛，干这是荧光绿，啊这是真正绿，真正的绿，啊这个呢，这也是蓝的、啊，很蓝，这个是冷光蓝。欸、这个就比较配仪表板。对啊，好，就这样。这个紫色，哇，浪漫，要该被出力啊！哇塞，这个是这个模式最好玩。对啊，你看青瓜也就变，我这里啊，来哦。我是应该、啊，应该要叫阿呆上来一起坐才对啊。我不然那个仔，我那么直流灯有没有？对啊，他从内往外是没错了。对了、哦、花一百多万还可以买到那种水流灯。嗯，我们对阿呆买不用，一二十万就有了。水流灯还有里面的讲话，还会随着我们的音调下去调整，物超所值。你这样开车会不会看到后面？这样开不会，你要侧一点就看到。不是要侧侧脸的，那、啊、你即使你在开车看不到，啊、不然就像你讲的要换，就是翻一下，翻低一点，休息嘛。对啊，天管也是。啊，去载。我先载阿呆啊，咱刚才去爬去山顶，然后无介，咱两个去山顶个处理。关好上。
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耶、yeah. 终于完整了，刚好请那个车主看一下，他很满意，车主很满意、哦、对，虽然还没有买一个这样的，这是水油灯嘛、哦、像上次有讲嘛，是这样才对的嘛，对啊，可是我这样见得蛮帅的，为什么跟人家一样？这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最里面那一个，刚有看 VCR 就知道那个是最，这是最满意的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就教大家如果怎么安装，其实很简单的，就三条线嘛，啊，负极要正电，正电就是红色，就是日行灯嘛，就是亮的嘛，好啊，再接一条黄色给它讯号，它就这样一闪一闪一闪，就是这三条而已啊。我们是比较敢乎做个开关啊，还要看一下气氛灯，它是随着我讲话的声音下去变换的，有没有蛮厉害的，你看我这样讲，哇哇厉害吧，对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啊，记得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哦，我才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。好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如果那个后车灯把它改成这种蚊香状，按小灯跟在你后面开开开开，开着睡着，被催眠了，塞塞塞啊，改的话我昏你啊。那好笑的点到底在哪里？人家讲的啊，只要是粗的，觉得好像。你要搞一个东西有没有号称有没有壮阳的效果，不管是动物的植物就会把它消失的，你说我们就会把它吃掉，嗯，对，假设说吃蚊子有没有就会壮阳、嗯、我跟你讲蚊子就会灭绝，就是哦哦，你这样讲是有可能的，这样讲好了，如果把蟑螂吃下去会壮阳吗、嗯、我们刚告诉你全世界的蟑螂都没了，以前男生看到蟑螂啊基本不是哦，我拿个赶快吃，其实戳到你的点了，有到我的点，其实有到我的点，闪闪发光，哇！哎、欸，要放歌才对的。对啊，有放，到时候我放歌，它就会跟着那个声音、哦，它会跟着声音。我现在放好不好？你放啊。好爽！要这么抬就对了。